2019年内地古装剧《陈情令》大受欢迎，一夜之间捧红黄一博肖战，收获不少粉丝，而郑裕玲就是其中一位。近日佢就现身影后刘嘉玲首主持的综艺节目，当刘嘉玲提及听讲嘟姐好想访问肖战，嘟姐已经遮掩不到佢的开心情绪，兴奋咁话：我喜欢看佢的电视剧，佢所有的电视剧我都有看。身为忠实粉丝的嘟姐，过去曾经激赞对方演技自然，令佢睇得非常感动。